跨越地理的纬度，穿越时间的厚度，关于粗粮的史诗，记录下无数普通人的保暖饥寒。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家乡至味2022》第64集。五，根茎。粗粮家族成员众多，他们性格低调，外观朴实，对生长的环境没有过于严苛的要求。在不同的气候和不同的地貌条件下，粗粮与同样坚韧的人类相互依偎，为生存这个命题与环境抗争了千百年。可是口感普遍不如稻、麦这些细粮，使他们输在了起跑线上。为了改善这一点，人们做出了诸多的尝试。造就了大江南北不同地域游子的一口家乡至味。七月，甘肃南部荞麦花迎风招展。这种像杂草一样不起眼的作物，算得上是粗粮家族的长辈，在黄土地上匍匐2000多年。如今它已不是餐桌上的主流，但却从未被人们忘记。张康荣将一旁闲置了一年的空地除开，准备加种一茬荞麦。这里气候干燥，冬长夏短，为作物的生长带来挑战。而荞麦不畏艰险，它抗干旱、耐贫瘠，从播种到收获只需要3个月。西秦岭脚下的居民很早就懂得种植荞麦来填补空闲土地。家中妻子赵亚瑞的劳作也在进行。一勺食用碱撒入荞麦面，收敛面筋质，增加面团的弹性，用温水搅拌成絮。温度的作用可以使淀粉膨胀互化，形成一部分的面筋网络，让它更具可塑性。双手不停揉搓，荞麦面团渐渐拥有了光滑的表面。荞麦面团在赵亚瑞的手中变换着形状。他要做的是一道荞麦凉面。面皮折叠，快刀切成条状。落入沸水，1分钟，荞面变色。有经验的西北主妇选择在砧板上摊晾荞面。
而不是过冷水为面条降温，以免稀释荞面的味道。与此同时，荞麦颗粒下锅微火烘烤，逼出微微焦糊的味道，盛出备用。摊凉的荞面滴入食用油搅拌，使它具有更加爽滑的口感。时令蔬果增加亮丽的色泽和丰富的维生素。荞麦颗粒开水冲泡，成为解暑的饮品，组合成西北村庄中最为平常的一餐。大家妻子的心意送到地里，两位夏日能量剂为劳作带来动力。慢慢吃。荞麦好养活，一般不施肥，农药也很少打，种上我们就再不管了。到收的时候一收就行了。极强的适应性使荞麦征服农户，受人青睐，成为一代人家乡志味的根本。但荞麦籽粒的形态呈三棱锥结构，外皮坚韧，皮仁紧贴，间隙较小，为直接食用带来障碍。为了打开它的心扉，人们可谓极尽巧思。将荞麦身子倒入盆中，加水使其湿润。每天下午2点，天水市一间小小的厨房里，邓德林和妻子西小凤准时开启这项工作。利用电动石磨的力量，使荞麦的铠甲破碎，荞麦身子渐渐成为浆状，更多适口的食物得以制作。2分，9分，我看。能吃。一斤多少钱？3块钱。热乎劲。夜幕降临，小镇的居民习惯买上一份凉粉作为晚餐。这种由荞麦淀粉浆熬煮冷却而成的食物，只需切成条，淋上辣椒油，简单调制，便可每餐一顿。而这只是荞麦众多呈现方式的一种。当大部分人带着踏实的饱腹感徜徉梦乡，邓德林夫妇新一天的工作开始了。凌晨4点，头一天磨浆滤好的荞麦淀粉浆经过沉淀，已经拥有稠滑的质地。烧旺柴火，熬煮，每分钟40多次搅拌，每隔3分钟左右加水一次。20多分钟后，荞麦淀粉浆渐渐凝固，搅动所需要的力气更大，动作更快。邓德林接替妻子，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动作稍有停滞，粉浆便有可能烧糊。当粉浆呈现出粉紫色，这种甘肃省天水市特有的荞麦美食便可以出锅了。天水人把它叫做呱呱，意为锅巴。
清晨六点，厨房的战役偃旗息鼓，两个小时的忙碌成果被端上三轮车，这是邓德林夫妇的生计所系。靠着一天两锅瓜瓜，他们俘获了众多天水人的胃。冷却后成团的呱呱用手一握，从指缝里漏成小块，跌落到碗中，加芝麻酱、辣椒油，随意一搅，便是一份快捷的早餐。造就呱呱柔嫩爽滑口感的，除了荞麦本身外，离不开邓德林每三天炼制一次的辣椒油。这种辣椒面由甘肃特有的干谷辣椒磨制而成。干谷辣椒有着质肥肉厚的优势，20斤干谷辣椒磨成的辣椒面掺入花椒粉，使其香味更加浓烈。50斤菜籽油烧熟，稍微降温后浇入，激发出辣椒中诱人的醇香。邓德林的辣椒油和其他辣椒油的制作没有什么不同，有的只是一个一个环节的仔细和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靠着日复一日的磨荞麦、熬呱呱，25年，他们有了自己的小门脸，孩子也从小学走进了大学。但为了多一份收入，邓德林还是每天守候在原来的小摊上。那些兔子吃，这个社会人要自己要靠自己的双手要奋斗了，奋斗就有回报了，为了下一代嘛，为了孩子嘛。临近正午，邓德林收摊和妻子会合，从凌晨4点开始的快节奏工作告一个段落。现在的这个店经营了也就2年了，也就像是一个目标吧，每天就没有，好像不干这个就好像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干，每天都有吃你呱呱的时刻，他天天来天天来，感到也很充实。一日三餐，各类形态，荞麦丰富的呈现方式离不开人类善于奇思妙想的特质。不论什么年代，不论物质条件如何，这种改造尝试从未停止。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如何赋予荞麦丰富的滋味，让这种高海拔地区盛产的粮食作物变成老少皆宜的日常饮食，毕节人有着自己的独特秘方。威宁作为毕节市海拔最高的县，平均海拔2200米，乌蒙山脉贯穿境内，充足的日照、凉爽的气温，日温差大、年温差小，都为这里的荞麦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及土壤。因境内盛产荞麦，荞香的美名远播在外。黔西大方一枝花，威宁赫章苦荞粑，是坊间对威宁传统名小吃荞酥的赞美。苦荞味苦，但用苦荞粉精心制作的荞酥却是甜美酥香。荞酥又称金酥，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古时用来进贡的巨型点心，随着人们的改良，变成了如今这般扁小精致的小食。
已经传承了四代，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蒋家桥酥，可谓当地名副其实的老字号。如何保留住桥酥古朴的味道，酥脆的同时入口即化？店家在食材的选用及全套制作工艺上，始终秉承着最初的准则。优质的苦荞面粉、红糖、鸡蛋、水、大豆油是用来制作桥酥外皮的全部材料。如何让桥酥的酥体现得淋漓尽致，全在师傅们制皮的手艺上。红糖是赋予桥酥外皮香甜气息的源头，13千克砖红色的上好红糖块放进锅中加水，大火熬煮半个小时，过滤一次后回锅继续熬煮。在熬好的糖水中倒入大约4千克的豆油，高温的洗礼让锅内温度迅速提升，混合着食用油的糖水表面膨胀沸腾起来，此时便可以关火了。25千克苦荞面粉在入锅的同时不停搅拌，随后加入15个鸡蛋，吸收了红糖水、油分及鸡蛋精华的面粉变成了金棕色的面糊。出锅冷却24小时，让面粉充分吸收水分及油分后，倒入搅拌机中再次打匀。此时便要根据面糊的形态适当加入水和油，让其达到最佳的软硬程度。只有赋予面糊最为理想的形态，才能在烤制时收获酥脆异化的口感。即将用来制型包馅的桥酥外皮，此时弹性十足，油亮细滑。传统原味的桥酥，只要将面糊压成大小均匀的圆饼，便可进行烤制。或是在外皮中包入当地人喜欢的玫瑰糖等馅料，赋予桥酥更为丰富的味觉层次。烤制温度及时间的拿捏，决定着桥酥的成败。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稍有差池便会将桥酥烤糊。过程中及时的调盘可以保证受热均匀，而全部动作都要在7至8分钟内完成。出锅的桥酥金黄松软，甜香四溢，表面因高温的烘烤均裂出不规则的缝隙，荞麦的苦感早已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酥脆和香甜及历史赋予它的传奇滋味。西北汉子王苗从成都出发，奔袭几百千米回到家乡天水，为的是赴一种快经类食物的一记一会。此时它的茎叶翠绿，预示着土层之下的块状根正在最关键的生长期，农户忙着为它输送养分，期待它在一个月后的采收中有优异的表现。我来看看今年土豆。这一大片土豆地是王苗委托老同学种植的，定期探访既是为了获得最优质的食材，也是老同学间情谊的粘合剂。那啥到啥阶段了？哎呀，这个还能行？这个成熟了，这个还是能行。这个品种挺饱满的。家家都有的地窖，为土豆的保鲜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商量啊，今年的啊，赶紧尝尝。
啊，这我想，这我想，少人的，哦，张扬。王苗不只看外形，土豆的内在也是关键。蒸熟后一口咬下去，高达28%的淀粉含量让人高度满足。每个人都有上学的时候的放学的那段路，我的记忆中是土豆片，就是把洋芋切成很薄的片，用热水焯熟，麻辣的酱料去抹了它来蘸着吃。总的来说呢，那是我上学的时候土豆的一个挺深刻的记忆。400余年前，土豆初来乍到这个古老的国度时，人们还没有预料到这名粗粮家族中资历尚浅的一员会迅速征服全体国民的胃，并且靠它的包容性与不同地区的气质完美契合。成都可谓是各类土豆吃法的集大成之地，为了一口挚爱的味道，王苗决定来到这里时几乎没有犹豫。毕业于机械设计专业的他，走上了一条看似南辕北辙的道路，把对待机械的一丝不苟应用在了制作土豆小吃上。一个月后，个头均匀、淀粉含量充足的新土豆被运送到成都，用特制的刀片切成波浪状。狼牙土豆在四川有着巨大群众基础，它因形状犬牙交错而得名，看似毫无规则，实际大有讲究。太细容易焦，太厚熟不了。1厘米是王苗钻研出来的精准厚度，泡水延缓淀粉的氧化，油温180摄氏度，210秒的炸制时间，土豆条外脆里面。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庞大的土豆江湖，想要独树一帜并不容易。行吧，我看看辣椒和花椒。王苗的秘密在调味料里。这个我要一点，我要这个吧，这个我要一点。二荆条辣椒冲捣成辣椒面，香味浓郁，是常见的四川调味品，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王苗擅长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腰果、花生、核桃、芝麻轻轻翻炒，去掉植物酸，再交给破壁机研磨。果仁破碎间，油料作物中的芳香物质释放出来，混在辣椒面里。波浪形的锯齿使特制辣椒面能更好地被留存。鱼腥草是成都各类小吃的制胜法宝，但气味对外来客实在不算友好。王苗用鱼腥草叶代替其根茎，叶片中造就涩味的物质少于根茎，既能增添一分清新口感，又不至于太抢土豆的风头。用心经营，推陈出新，一颗土豆将长大的孩子们聚集起来，为人们回溯着校门口的那一份悸动。而靠着这一颗土豆，王苗在成都扎下了根，安下了家。日本青森不是有一个苹果工坊吗？我想做一个中国的土豆工坊，在那里能够讲述土豆的前世今生，能够把土豆培育和生长的过程呈现给大家，在那里可以讲一个土豆的更完整的、更美好的故事。一份份辛辣鲜香的土豆小吃，装点着成都这座西南大都会，不断充实着王苗的土豆梦想，
使人们的口舌得到了更为绚丽的体验。湛江市遂溪县居民的夏夜，一碗糖水饮下，没有什么苦闷还能留存。能造就一碗甜蜜的来源有很多，而遂溪人的甜蜜取自一种人们熟悉的食材。蒸熟的红薯捣成泥，加入木薯淀粉，和成团，再切成均匀小块，热水煮开，加入各类小料，弹而不粘的质地，让遂溪人的口腔享受着一场豪华按摩。在热力四射的季节，食欲大开，这是粗粮因地制宜的运用典范。红薯它容易发芽，对，容易发芽，为什么呢？它因为我们天气太热，你看一下外面的太阳。何浩没有时间喝上一碗糖水，尽管他身旁的包装车间是无数制作糖水的原料。分拣，挑出红薯中个头均匀、没有虫眼的优等生们，换上新装。每天，20多万千克红薯经过他的线上运营，输送到全国各地。遂溪人把红薯叫做番薯，一个番字透露出他的外籍身份。这种明代从拉丁美洲远道而来的根茎食物，在中国大部分地域都是下半年才能成熟，在雷州半岛却能一年四季种植收获，这得益于雷州半岛与红薯老家相似的环境，全年湿润温暖多雨，满足了红薯喜温怕冷不耐寒的生长习性。并且因为靠近海边，雷州半岛拥有特殊的红沙土，它良好的渗透功能使红薯在生长过程中保持湿润的同时没有沤坏的风险。红薯找到了栖身乐园，许多遂溪人也得以靠种植红薯的生计养活家人。何浩的父亲何敏就是其中之一。我爸那时候他们是一个锄头一个犁，他们种红薯的话就种了30多年了。我爸妈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现在呢，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所以现在这个家庭的话，我也要去扛起这个责任。下半年，其他地域的红薯渐渐成熟后，市场需求会逐渐饱和，遂溪薯农将慢慢减少种植。眼下，何浩忙着将上半年最大的一笔订单发出去。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挖薯机前端的挖铲将除去茎叶的红薯地破开，转轴转动把红薯翻出，3台挖薯机联动，几十亩红薨地的采挖工作在3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完成巡业后，何浩接力父亲耕耘了大半辈子的事业，也把现代化机械引进了田间，劳作的艰辛被减缓。紧张的气氛从来蔓延不到孩子们身上，丰收的薯地是他们的乐园。收集规格相近的土块，一个简易土窑很快垒成，燃烧木柴，热能传导到土块之上。将红薯塞进其中，
摧毁土窑，泥土的余温慢慢对红薯进行烘烤，这种加热过程让红薯由外到内形成了一个温度梯度，淀粉酶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分解淀粉，转化成了让红薯们甜蜜无比的糖类。下面还有吗？拨开泥土，灰头土脸的红薯内里已经是诱人的金黄。今天烤红薯已经被当作零食，在过去却是平民活命的根本。红薯的单位产量是稻麦的十倍，可不耐储藏。为了拥有抵御意外的资本，一种提取淀粉的方法被发明了。退居二线的父亲何敏，从田间走出后，有了更多时间，热衷于操持一家人的饭食。制作红薯粉是他为自己拟定的近期重点工作任务。反复淘洗、冲刷，依偎在红薯表皮的泥土杂质被去除。削去外皮，刨丝过程使淀粉更好吸出。搓洗，淀粉浆从薯渣中分离出来。沉淀后倒掉上层清水，乳白色的淀粉得到保留。加热水，不停搅拌，淀粉颜色变深，直到质地如丝绸般光滑。此时，特制的漏勺派上用场，虽然是勺的形状，却有着九个大大的孔隙。淀粉浆从孔隙中漏下，如丝如线落入沸水，凝固成半透明状。冷水降温后，在太阳热烈的烘烤下，粉条的水分将慢慢流失，不再受季节限制，可以得到更长久的保存。订单终于发出，何浩可以稍稍放松些了。父亲何敏要用新红薯粉制作美食来犒劳何浩这一季的辛劳。靠海吃海，地处大海与陆地交接处，产自陆地的食物也与海的味道有了巧妙的结合。撬开扇贝，刮壳弃鳃，只留下每日在海水里负责辛勤开河的闭壳机。古人将这指甲盖大小的锁货称为窑柱，意为美玉。
曝晒，水分被阳光拐走，存留的高蛋白和氨基酸赋予瑶柱强大的鲜味力量。哎，老板，哎呀，你帮我哋揾几间诶靓一啲嘅鱼翅啊！我哋好落嚟嗰度嚟啦，好，嗰啲鱼翅都好靓啊！好，哎呀，好靓啊！系，好好好，多谢啊！好，我攞咗我就走啊！寻仙而动，得偿而归。何敏决心用最不辜负的方式处理他们。15分钟是泡发瑶柱的最佳时间，瑶柱微微软化，又保留了营养成分。但妻子对珍贵的食材处理更有话语权，热油是催化它的利器，高温激发出瑶柱的香味。红薯粉条适时加入，由淀粉提取而来的红薯粉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它能为人体提供热量，却缺少人体必需的蛋白质和脂类，而瑶柱的蛋白质含量达到惊人的61%，两相弥补，可谓天作之合。吸收了瑶柱鲜味的粉条根根莹润，红薯粥补充炎热夏天大量流失的水分，一个季度的忙碌有了暂时的舒缓。好像吃多的吧，吃多的很多人打哦。凡事不怕落地难，只求知易对对称。红薯嘛，它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只要你去种它的话呢，它就可以生生不息。那我们这里也是这样子，只要有阳光和土壤的话呢，我们继续种。因为番薯也是着我一家人对未来的期望。红薯产业效益越来越高，为何浩和乡亲们创造着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粗粮和人类的故事还没有写完。从蛮荒走来，粗粮和人类何其相似，不断地汲取所有养分向上生长，跨越地理的纬度，穿越时间的厚度。这篇关于蜕变的超级史诗，记录下无数普通人的保暖饥寒。